那么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参加今天非常辛苦的裁判先生啊、哦，我们再次给他们做个介绍，给他们感谢，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就要团体赛就要开始了啊、哦！那我们来介绍啊、我们第一位我们的曾仁义曾老师，哇，他是名字做人哦，我们最棒的林凤珠林老师，他把我们的民谣变得真的不一样啊、一起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指导的民立国民教授。那么我们在地的两位啊，哎，慕容仁慕老师，好，一直为民谣土地努力的啊，非常在地的，非常关心我们的民谣的刘启瑞刘老师，谢谢他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是创意夜曲得奖人，嘉奖给我们的恒春旅游音乐，嘉奖给我们的啊手爱臭民谣，我们的恒春国小。我们腰杆奖的得主有我们的六号王怡婷，以及十三号海洋乐团六等奖。以及偶世克东八音乐团也是获得一等奖，还有我们的巴塞纳两光环一样也是获得一等奖。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恒春民谣促进会的理事长陈丽萍理事长来我们颁奖。恭喜所有的得奖团队，您是最棒的，记得明年再来哟。不是民谣大赛，对我来讲是民谣大餐。一个地区的人们，他们能够唱自己土地的声音，能在歌词歌声当中能够跟自己的祖先、跟自己的历史、跟自己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做对话、做连结，那这样的期待的关系，透过这个歌谣，不断的传输，不断的吸取养分，那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大概很难得看到，能够借着音乐呈现出来，这个是一种福气了，不只是历史的遗产，对于人跟人之间来讲，它是很好的互动、鼓励，跟彼此互相的温暖，凝聚共识。所以这种歌谣在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看不到这种人跟土地的关系，不管是台湾很多地方或者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不太容易看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请恒春民谣为这个干净的土地、为人类的未来、为人类的精神的净土哈，继续努力，谢谢大家。台语之美的林凤珠老师啊，真欢喜向大家人吼啊结这个缘，啊嘛真欢喜，我有这个荣幸，会当当咱听众半岛吼，安尼含大家人熟悉，非常啊欢喜吼。啊，这两天我安尼甲听落来吼，就古早咱的民谣就是无谱的，但是有迄个调。啊，为什么后来开始有谱白死的呢？是因为有一寡咱的老前辈老成凋零，啊，所以咱的关心民谣的就唔甘。啊，原来这欢乐民谣的道理，所以就某一个老前辈的
调，把它谱成曲子。啊，我直接甲大家人讲，就是讲，谱是死的，民谣是活的，调是活的。啊，所以你咧唱的时阵吼，会记哩吼，咱咧唱谱，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咱若是较说会啊，这个谱爱甲定到边啊，爱以字音为主，一定爱以字音为主的。字音是最原始的音符啦，因为咱咧谱就是咧谱迄个字音，所以我最大的愿望是讲，我明年会当听到我的谱，每一个字都是最原始的音符啊！我很高兴，一路这样参与下来，再辛苦，但是辛苦是值得的，多谢你，甲板奖的得主哈，是我们的宝山峰港社区发展协会。甲板奖大屏国小，甲板奖善渡社区及峰港国小，甲板奖勇港国小的乐器班。我们的优等奖得主是满洲民谣协进会。才有，才能留下最精彩的画面。恭喜大家，恭喜所有的得奖团队。